我要感恩的是我们癌症中心的个案管理师，由于他们的团队呢，让我能够收到我们的癌症困难个案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边，然后让我能够发动我们医院全体的护护同仁来一起来关心这些个案，所以让个案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与治疗。